亲慢一点哦，可爱的小宝贝，那食欲真是太好了。小宝贝，每天吃素罐，不会被你吃垮哦。还好，前面几罐都是医生赞助的，谢谢医生。对，我们要谢谢医生哦。好乖哦，宝贝。今天是紫色的巧虎，看看包扎的伤口，哇，真棒。